昨天写的。不要！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咱俩是哥们儿。我这是受宠若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你昨天学习了什么？拒绝别的男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？啊，你不确定？我确定，我确定。你在反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卡琳娜。我是许巍。和许巍。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六天。对，我们也是稍微有点无聊了，但是他还好。我不太无聊，其实因为我真一直学习，沈怡在玩游戏。那我明天学习俄语。小懒虫。好的。对对对，要多学习俄语，跟妈妈聊。嗯，然后今天我给他买的那个书法那个练字的也过来了。对，啊，终于我可以开始写汉字了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看着视频来学习，所以我很想继续写汉字，学习更多。那好，你继续学习。对，不要打扰我。好的，谢我和拜拜。我老婆刚刚收到了我给她的作业本。是吗？小祖宗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学习新的单词，也需要练习怎么写汉字。什么？对啊，比如说小祖宗。最近我经常，大家经常会说我娶了个祖宗。对，所以我在想想该怎么写它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亲爱的猫小咖啡。好的，小祖宗。辛苦了。不客气。祖宗给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昨天写的。不要对不起，我可能误会你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咱俩是哥们儿。我真是受宠若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你昨天学习了什么？我要学习怎么拒绝别的男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？你不确定？我确定，我确定。你在反对。你拒绝别的男人，不是拒绝我。你确定？应该是。好的，那我给你个酒店的水果。对对对，谢谢，我好喜欢喝咖啡。哎，你确定你学习的是？酒店的水果。那但是你咖啡配着水果会不会？我先喝完咖啡，然后再吃水果。好的。对了，那里还有一点现金给我，然后配着咖啡喝。在哪里？在冰箱上面，应该是。好的，一会儿我给你去。好的。小祖宗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单词真的很重要，我以前完全没听到。哎，很少说而已。谢谢大家让我学习新的单词。大家可能不是越来越懂你们的逻辑。那个他可能评论的不是说你那个你懂的。好吧，就当你练习新的单词，学习一些中国的文化。啥都要学习。对，好的，那你学习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好的，亲爱的。我再等着我的更新。小祖宗，小按摩马杀鸡，多少钱？Please。сколько？Деньги。Я не понимаю китайский, ты как что？Я не понимаю китайский。好，来拍视频。啊呜。没事。多少钱？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对我的帽子不好？好的。两分钟了啊。爽。哎。50美金，谢谢。50美金。嗯，你说你姐姐分我，有我可以呢。再说，因为你知道我学习很长时间，会这不是理由，腰腰疼，身体很酸。我听说你今天发了奖学金。都是隔离，都是隔离，用不到。没事，你可以转给我。相当于没有卡。我说都没有，我撑腻了，很贫穷。意思给我办案了，这个马杀鸡白做了。谢谢，可以休息。阿
你说，哎，你没有，大家看看，他们会不好意思。